你们对现在对歌曲是熟悉度怎么样？熟悉度可能还不是特别熟，不是很，但是就是有认识这首歌了，啊，OK，好，然后分词的情况呢？你们是分词是我们自己决定吗？还是教教我吧，我得学一下。我现在就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们自己商量看，哎，你觉得，哎，你擅长唱一个高音，或者是你擅长唱亮一些的，或者你擅长唱比较气对，声多一些的。但就现在问题就卡住，我们不知道我们擅长哪一块儿，是吧？那个，交给我，谁可以唱和声？和声，啥叫和声？听不太懂。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你教一下我好不好？也不能相信，它是一个音对吗？相信嗦咪不是一个音。什么叫嗦咪？嗦咪嗦发咪。哦，也不能相信。好，相信。好，来，我们拿话筒唱。你没办法靠近，绝不是太薄情，只是贪恋窗外好风景。睁开了眼睛，漫天的雪无情。好光景。刚刚不是白搭，瞬间我们的实力就被暴露了。因为我们其实三都是小白，不是这种唱歌跳舞这种专业，对，真的很难。我觉得其他姐姐们其实很多都是有经验的，有经验再去做的话，可能会比较放松。来 ，one two three go。Don't show up, don't come out, don't stop caring about me now. Yes, walk away, you know how.Don't stop caring about me now. Right now. 这么一个，我觉得棒。I like 一点 ，I like 一点。Music 唱的真好，这就叫真正的大师课。我们组好几个免费大师呢，我要蜕变了。挺开心的，挺为你开心。我可开心了。救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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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最想唱哪个？我没什么感觉。你最舒服的是唱哪一段？他可能也不太了解。对呀，我真是完全画浆糊。你试一下 D 呢这一句。对。If you don't wanna see me dancing with somebody, with somebody, with some, 对 ，some 到头顶，你看老师笑的。With somebody。我要蜕变了，我会好好练习的，一定不会掉链子。我们组三个都是大 vocal。狼牙月，一人憔悴，红颜翻不回，红尘醉。狼牙月，我一定不会掉链子，但是唱功当然是。不如其他姐姐，所以我尽量唱稳就好。进来的时候，繁华三姐一定要准，不准吗？不准，低了。八路雪，但是现在雪长了，雪长了，亲爱的，我又抢了啊！不是你，你唱的弹性大一点，不要啦啦啦这样子。哪里啊？就最后那两句同进对。雪要怎么好听啊？你发如雪，凄美。换口气，对，换口气，换口气。你发如雪，凄美的离别。我这样对了，好了好了，行的，特行。哇，你们真是耳朵很挑剔呀、啊！这些评委很挑剔。但是我刚才其实节奏也不稳，静坐一会儿。小雨，高音的时候不要拉开话筒，因为它话筒不是那么敏感。好，这样的话你的高音会更打人一点啊。好，
你还在交代什么啊？国家队交代话筒，话筒不要这样。国家队在这里一这样，交代他那个高音本来对本来特好，他一拉开声音没有那么强烈了，就要强烈。繁花如三千，东流水。亲爱的，你那个我，我只取一瓢，那个我老是低了一点。你化身的那个化身不要太猛，你猛了碟就断。化身的碟，对你化身这个稍微别那么猛。你跟我讲话能睁开眼睛吗？你这样特别像那个像那个什么《天龙八部》里面。你是闭着眼睛跟人讲话？不是，我在休息的，我老不是那个柯震恶还是那个什么什么？你说什么？就那个。不是，我又想休息，但我脑子里啊，你那个怎么？难怪别人说你是神婆，你真的是不是？我又想休息，我脑子里又老想他的那个问题。他其实是正在一边冥想一边跟你说。对，因为我一闭眼老想你的那个部分，哎呀，担心。